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期间，安迪都没有从事农业的经验，因此当他在加拿大变成农场主的时候，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挑战，促使他更为勇敢地尝试新事物，另辟蹊径，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新时代电视一台逢星期四下午6:45及晚上10:20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